Yang. We are your Wenya news anchors. I am Jessie 杨云静。I am Minnie 张雨熙。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亚马逊森林岛。巴西境内有全世界最大的热带雨林，也就是亚马逊森林。其实亚马逊森林每年都会发生火灾，但2019年是最严重的一次。亚马逊森林大火发生于2019年1月，燃烧至今。会发生亚马逊森林大火，除了天灾，也有人为因素在。巴西政府推广人们放火烧田，发展矿业。发生森林大火，除了会让旱季期更长，也会造成生态威胁、气候变迁等灾害。而这次的亚马逊森林大火引发了百万住民流离失所，300多种动植物被焚烧殆尽，以及释放出228兆吨的二氧化碳。那政府还采取了什么措施呢？其实，巴西政府全面推翻了森林保护政策，也从未实行过任何保护措施。整体来看，巴西政府应该负起责任。但全世界的人民更与这件亚马逊森林大火有着相关的责任，我们应该共同保护亚马逊森林。现在我们要来学三个关键语词。第一个语词，亚马逊森林大火 Amazon Rainforest Wildfires。 第二个语词，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第三个语词，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我们再把这三个语词重复一次。第一个语词，亚马逊森林大火 Amazon Rainforest Wildfires。 第二个语词，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第三个语词，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 We hope you enjoy our presentation.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